上一个人出现救赵刚屁友啊！雷洪无着犯法，风险嘛要给江小姐小心，因为温婉绝对无参与雷洪所讲的这样简单。信娇，敢是今麦甲江屁友关系代志，你拢要怀疑我？所有代志我拢知影，苏文拢向我报过，你想那骗雷洪做遐尼多代志，伊甲我的太太到底是啥物关系？三立台湾台八点档大戏《晚梦》。